公子羽这个人心软多情，还是统领整个宫门的旨人，你要是个寻常女子能嫁给他多幸福啊，你说是吧？我要说什么？还是你想听什么？我想听你的心里话。一个位高权重年轻英俊，我这一颗炽热的心对你嘘寒问暖用心良苦，你会不会因此动情啊？吴风只训练我们如何动手，从没教我们如何动情。动情不用教，也教不会。那就是不会。这样就好。一个细作若是爱上了他的目标，下场真的会很惨。我还记得吴峰以前有一个痴情的傻刺客，简直可以用不得好死来形容。你知道身为女细作最致命的弱点是什么吗？与男子力量的悬殊。不是，不是武功，也不是意志和恐惧，而是这里细作最忌讳的就是动心。世间女子向来都比男子痴情。不要动心，这是我对你的忠告，希望你可以真的控制住自己，不要害人，也不要伤己。我只希望云姑娘日后不要辜负之人，她是个很傻的好人。以后都不会让你吃苦的。